欢迎莅临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欣赏由天乐曲院主办《春华难睡动仙歌三》粤曲演唱晚会，现在开始。邝先生，各位朋友、各位观众，你哋好，喺度咧系欢迎你哋。咁刚才一首咧系咁美妙嘅曲啦，系骆兴仪师傅咧系领导嘅深圳粤韵，系曲艺社咧系为大家送上。有别于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一啲传统嘅广东小曲，我哋今晚咧一个好精神嘅《送你一支玫瑰花》。咁啊，喺呢度咧係拉開個序曲咧，係歡迎各位觀眾係莅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咧，係欣賞由天樂曲院主辦嘅《春華難睡動仙歌》嘅粵曲演唱會。咁啊，顧名思義，《春華難睡動仙歌》咧係帶出咗咧我哋今晚嘅主人家係一位係擅唱平喉嘅胡美蘭小姐，擅唱子喉嘅謝翠華小姐。咁佢哋兩位咧，雖然係喺戲曲裏面咧演繹嘅角色咧係唔同，咁但係兩者咧係對粵曲嘅愛好咧就一般無二，因此咧兩位志同道合嘅朋友咧係多次咧係送上咧係佢哋嘅粵曲演唱會啊！咁我記得咧係舊年嘅時候咧，我就同大家咧戲言講，如果有各位觀眾嘅愛戴同埋熱誠咧。咁啊，呢個曾幾何時咧，係三年抱兩嘅一個粵曲演唱會咧，好快就會變成一年一度嘅聚會啦。咁咪話在耳啊，咁咧係好快就喺一年後嘅今晚，再次喺呢度咧係同大家見面，送上《春華難睡》粵曲演唱會嘅第三屆。考下你哋，記唔記得舊年開場嘅曲目，兩位主人家係為大家送上乜嘢歌啦？
是啊，一首很激昂的梁鸿玉击鼓退禁兵，是不是好的？是啊，还记得是吧？但今年呢，主人家就说改一改的风格，以纯文唱曲呢是跟大家见面的。咁为大家首先送上嘅咧，就系名赞曲家陈冠兴先生嘅作品。咁啊，原唱咧就系名伶陈少峰先生嘅《晴雯补求》。咁故事嘅讲述嘅咧就系大观园啦。咁啊，宝二爷咧身边有四个贴身丫鬟，咁啊，晴雯姐姐咧系其中一个。咁点解宝二爷顽皮到连着紧嘅名贵皮扣都会整得烂啊？嗱。咁啊，晴雯姐又點樣同佢修補呢？好啦，有請大家咧，係細意欣賞由兩位主人家胡美蘭小姐、謝翠華小姐為大家送上嘅《晴雯補求》。着金球，泣泣不哭。
翻而红，汗水流，宝镜。请问者你睇小咳嗽，你莫为我忧，尽露面容。
者又并不宜勉强啊。依言莫管，请自回房。姐姐保求依夜服侍。哎呀，哪有公子服侍丫头之理呢？有何不可呢？我为姐姐你掌灯。爱情动人啊！
民见诗。相满走